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金。12月17日讯，北京时间12月17日凌晨3:45，意甲联赛第12轮，国际米兰主场迎战那不勒斯。上半场比赛，莫腾斯因伤被换下，劳塔罗·马丁内斯转身低射擦柱而出，杰林斯基外围抽射打偏。下半场比赛，因西涅脚后跟抢点射门被扑出，达米安造点因西涅因为对裁判不满被直红罚下，卢卡库点球命中，中场前佩塔尼亚转身扫射击中立柱弹出，最终全场比赛结束，国际米兰主场1-0战胜那不勒斯。比赛开场第8分钟，那不勒斯率先发动进攻，那不勒斯后场长转，鲁伊左路下底横传，莫腾斯将球移作洛萨诺外围低射打偏，随后边裁举旗示意鲁伊接球时越位在先。第13分钟，莫腾斯在传中时受伤无法坚持，随后被佩塔尼亚替换下场。第17分钟，奥斯皮纳后场横传，库利巴利出球失误，国米前场断球后横传，劳塔罗马丁内斯禁区内转身低射，皮球稍稍偏出球门。第18分钟，巴雷拉在带球时不慎脚踝歪伤，经过治疗后继续坚持比赛。第28分钟，洛萨诺右路下底传中，鲁伊垫传中路，佩塔尼亚禁区内抢点抽射，皮球被防守球员封堵出底线。第33分钟，那不勒斯发动快速反击，洛萨诺右路带球内切低射被封堵，佩塔尼亚回做杰林斯基外围赢球一脚抽射稍稍打偏。第37分钟，迪洛伦佐中场送出直塞，因西涅外围转身远射，皮球偏出球门。第38分钟，国米前场右路连续传球，巴雷拉左脚45度传中到禁区内，加利亚尔迪尼高高跃起头球攻门，皮球被奥斯皮纳没收。第45分钟，达米安右路下底传中，劳塔罗马丁内斯头球一顶，卢卡库禁区内头球攻门顶天，随后裁判示意劳塔罗争顶时推人犯规在先。半场战罢，国际米兰主场暂时0-0与那不勒斯战平。下半场一边再战，第54分钟，那不勒斯中场转移球到左路，鲁伊将球回做因西涅外围跟进抽射，皮球稍稍高出球门。第57分钟，布罗佐维奇在防守中拉倒洛萨诺，裁判向其出示一张黄牌。第59分钟，劳塔罗马丁内斯带球反击被巴卡约科放倒，裁判向巴卡约科出示一张黄牌。第63分钟，因西涅外围传中到禁区内，洛萨诺停球面对门将挑射将球打高，随后边裁举旗示意洛萨诺接球时越位在先。第69分钟，迪洛伦佐前场送出直塞，杰林斯基扫传禁区内，因西涅跟进脚后跟射门，皮球被汉达诺维奇扑出。第70分钟，国米传中到禁区，达米安禁区内抢点被奥斯皮纳出击放倒，裁判判给国米一粒点球，同时因西涅因为言语过激被裁判直红罚下，那不勒斯场上少一人应战。第73分钟，卢卡库主罚点球轻松推射球门左下角入网，1-0，国际米兰主场率先取得领先。第80分钟，那不勒斯后场送出长转，洛萨诺拿球后造三角回传，波利塔诺跟进一脚推射，皮球被汉达诺维奇扑出。第84分钟，那不勒斯前场进攻，法比安横传中路，迪洛伦佐闪开角度后外围一脚抽射，皮球稍稍高出球门。第90分钟，迪洛伦佐与队友打出撞墙配合后小角度一脚低射，皮球被汉达诺维奇用脚挡出。第92分钟，洛萨诺右路传中到禁区内，佩塔尼亚转身一脚扫射，皮球击中立柱弹出底线，国际米兰逃过一劫。最终全场比赛结束，国际米兰主场1-0战胜那不勒斯。球员评分，比赛阵容，国际米兰352一减汉达诺维奇，37减神克里尼亚，6减德弗莱，95减巴斯托尼，36减达米安，23减巴雷拉，77减布罗佐维奇，67森西，5减加利亚尔迪尼，15减阿什利扬，86丹布罗西奥，9减卢卡库，10减劳塔罗马丁内斯。
77阿什拉夫纳布勒斯423125减奥斯皮纳6减鲁伊84古拉姆26减库里巴利44减马诺拉斯22减迪洛伦佐4减德姆84埃尔马斯5减巴卡约科74法比安24减英西涅20减杰林斯基74波利塔诺11减洛萨诺14减莫滕斯16佩塔尼亚编辑姚凡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